你好，各位。大半夜不睡觉，都拿着网子跟探照灯捞鳗鱼苗，因为屏东东港芳寮沿海鳗苗爆发，不止岸边，海上鳗苗渔获更是惊人。半透明细长鳗苗，一尾尾超有活力，光这一盆就有2686尾，市价一尾85元，渔民就进账近23万元。电视网后人抓2000几尾，能挂下2万尾啊，买。近年鳗苗数量越来越少，今年受黑潮支流影响，替西南沿海带来大量鳗苗，也重演2019年盛况。当时不少渔船一晚捕捞2000到3000尾，三天就进账上百万。今年鳗苗毒后，东港、芳寮也让外县市渔船一起来抢赚年终奖金。如果是职业在抓的话，通常是有哪里有鱼就会往哪里跑，有许多的渔船来到枋寮附近的海域来捕捞鳗苗，渔民笑称这是他们的年终奖金。鳗苗季每年11月开始，到隔年2月底，4个月，不止当地渔民，最远还有宜兰来的捕鳗船开夜船抢捞鳗金，夜间灯火通明景象也成为当地奇景。记者张春华，屏东报道。